回来了啊。啊。好看了。嗯。他呢？嗯。他不在。上哪去了？出去一下午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干啥去了？他也没说。啊，那是好了。他咋不跟我说呢？不好意思说呗，搁这桌上桌下这么伺候的，他说啥呀？好了，跟衙门小童就走了呗。这回可吃个消停饭了。哎呀！哎呀，马哥回来了。哎，你干啥来了？我这回去取点东西，好几天我这胡子也没刮。等我吃饭去吧，我马上就出来啊。看这意思要打持久战去。你现在都当总经理了，嗯，说不准你明年就不租我家房子了呢。那不成立。我跟你说啊，小姐，就你彪哥这人，啥都不讲，就讲义气。哎，别说当总经理，就是当总理照样不搬走。再者说咱这小家多和谐多温馨呐。来，哎呀，行了，嗯，你不行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把你衣服都整湿了。不是，这都干净水。我在美容院这不执政了吗？这个收入肯定会突飞猛进。今年呢就那么地了，还是一个月300，一年3600。明年开始啊，零头去掉，1年5000，10年5万，20年10万。你要是缺钱，我先给你预付个。10年20年，天天都哎呀！这电话都给换了。哎，哪位？帅哥啊，我是婷婷。哎，你好。晚上请我吃饭吗？没问题啊，我请客。行，还去那个地方吧。你在哪儿呢？我这开车呢。好嘞，不见不散。马哥，家里头有酒，我今天晚上陪你喝两盅。你这脑袋好了吧？不是，我看你挺高兴的。我高兴，可高兴了。但是你这病不行啊，不能喝。那就算了吧。马哥，其实我在这住这几天呢，我真正的感到你和玉芬真是天底下最善良的好人。你说我给你们俩添这么多的麻烦，你们不但不生气，还像亲人一样那么照顾我。哎呀，我心里头真是太感动了。我就是现在死在你们俩面前，哎呀，我都死而无憾了。你可千万的，那我可沾大包了。你还是活着吧，你可别死。嗯，马哥，你别害怕。其实像我现在这种情况，顶天也就是个植物人，一半时还死不了。我管你叫一声唐老弟吧，行吗？行了，马哥。既然呢，你把话说的这么感动，我呢也就别拐弯儿。啊，我看你气色现在挺好，是不是好了？如果要好了呢，你像我们俩，好日子坏日子不说，这突然这家里多出一口人来，我知道这是跟咱有责任，但是最好还是回去。马哥，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我如果好了，我马上我就走。我知道在这都不太那么方便，不过我就觉得吧，我这两天不怎么的，就是感觉特别不好，好像就随时随地就有晕倒的危险。是吗？嗯，就是一天能有几次呢？哎呀，得有几次，就是说迷糊就迷糊。嗯，说迷糊就迷糊。那你刚才还骑摩托回家了，你那都容易摔坏了。不是嘛，要说我这回家骑趟摩托这可遭老罪了，走到弯道吧，我就练恶心带吐还迷糊，我就受不了，我就强回了这到家。哎呀，说哎呀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看这就迷糊不行了。哎呀，我说马哥，你慢慢吃吧，我进里头躺一会儿去。哎呀，怎么你说这是？哎呀，哎，我怎么看像有点像装的似的呢？愁死人了。想办法给他整医院去，给他做一下检查，看看他到底啥病，咱不能这样啊，欺负他了。不对，你今天情绪不对。从你往后你别管我叫美女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别哭，怎么的？跟帅哥说一声。吃饭还看啥呢？嗨，我发现最近怎么净看这些东西？咋了？是不是有了还是怎么的？啥玩意儿有？小孩呗。哎呀，着急了。不着急是假的。什么时候给咱生个呗？放心吧，我肯定能给你生个大儿子。我喜欢女儿。哎，要不咱生两个行吗？一姑娘一儿子。得了吧，一个就不错了，想累死谁呀？那行，生一个也行。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他是我中学同班同学，还坐过一个桌呢。那他知不知道你喜欢他？不知道。婷婷，我呀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为了那肤浅的美丽而减肥，没想到你是为了坚贞的爱情而减肥。神圣啊！有什么用啊？他身边的女孩长得都比我漂亮，我在他身边就像一只丑小鸭似的。我感觉到自卑。自卑啥呀？婷婷，我记得前苏联有一个大作家叫诺夫斯尔托泰说一句名言啊，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。那我哪可爱呀？你太可爱了，婷婷啊。咱们从头捋。你见义勇为，干扰小偷掏包，说明你有正义感。就是我那天，我明明是我请客，你非要买单，这说明你办事讲究够朋友啊。
你为了一个就是他啥都不知道的一个小伙子，莫得奉献你的爱，这说明你感情专一啊，婷婷，你不可爱吗？你不美丽吗？婷婷，你说我可爱有什么用啊？要是他说我可爱，还行。所以呀、啊，就是说你现在心灵美，这个软件已经没问题了。咱差的就是形体美这个硬件。啊，这不又回到减肥瘦身这个主题上来了吗？咱们得坚持啊，婷婷。是不是？那能瘦吗？坚持吗？只要你配合。你这么的吧，明天你上美容院去一趟，我给你制定一套全方位的减肥计划。那好吧。大帅，大帅，咋的了？快来看看，马哥是咋的了？我不知道，就不动了。你赶紧上医院呢！那你帮我把他扶起来，我扶不动。行，快！哎呀，上医院快点！你帮我把他一起送到医院，我扶不动他。好吧，走吧，谢谢。谢谢啊！哎呀，没事。慢点啊！阿伟啊！打过高尔夫吗？嗯，玩过两次，打得不太好。今天咱俩练习练习，来，你把那小酒盅放那，把那盅放那。好的。哎，这没办法的办法，这是在屋里练一练吧。来，我先打一下啊。哎，看，主要是讲的姿势很关键，屁股还得翘起来。放松，知道吗？这跟钟摆似的。哎呀，打得挺好的。好啥？差一点。哎，你来试试来。我来，我打得不好。来吧，来。我不太会。哎呀，就锻炼嘛。在面前就献丑了。不行，一看你就是打的次数少，姿势就不对。来，脚往里并，往里并。哎，这样，这屁股得翘起来点。对。手，我会，我会。不，你看你，我教你，你看你。我明白了。不是，是你。呀，你咋来了呢？你。我来的真不是时候，打搅你们两个了吧？啊，没，不是。我寻思我教教阿威，以后陪咱客人出去打高尔夫。那啥，那你回去。那行，哎，侯太太都先走了。马哥，你怎么样了？嗯，没事。玉芬呢？玉芬挂号去了。嗯。大帅回来了，号挂上了。嗯。几份呢？两份。你刚才也挂了。啊。走吧，一起去看看去。我挂什么号啊？我不用看。正好来了，一起检查检查吧。咱这岁数了，说不行就不行啊。你做脑电图，我做心电图啊！不是你听哥话，不是你费这钱没有用。没事，我快好了。没事，必须得干。我来，走吧。我养一段就行了。别养了，你看你这，我给你看。说不行就不行。不是，我可能心脏的事儿。我这静养一段就行了。哎呀，你吧，你别老没事瞎琢磨。我刚才不说了吗？我这一天累啥样啊，我就放松放松还不行啊。那我要不来，你是不是得跟他到别的地方放松去啊？不，你这说啥呢你？这哪是你这素质人说的话呀、啊？你说，你把我想的太那啥了吧你？你别不承认啊，我可亲眼都看见了。不，你看见啥了？你看见了呢？不，你别没事找事行不行？我没事找事儿，我不就到公司来看看你吗？你自己做啥自己心里清楚。
你在这装啊？我装啥了？我装啊？这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工作啊，你上公司捣乱来了你啊？啊？我打球我也是工作，睡觉我也是工作，吃饭我也是工作，我干啥我都工作。别跟这乱了，没事回家去。不回。咋的，宁宁？我要回来上班。啥玩意儿？上班。我看明白了，你是想回来看着我是不是？看着吧，你就坐着好好看着啊。你当回收发，我上会议室开会去。你总不能上那儿看着我吧你？闲的你吧。小杨，那个这是本美容院新印的传单，小翠美容与世界同行啊，发到每个顾客的手里，如果有疑问，让他们直接到办公室跟我交流，明白了吗？行，知道了。好，那个美容师们，谁闲着呢？过来一下。是这样啊，从即日起，我们美容院推出一项服务，就是贵宾卡、会员卡服务啊。这个你们在做美容的时候呢，也推销一下这种卡，好不好？这个有提成啊，这个钻石卡提20%。金卡提10%，银卡提5%，以此类推，明白没？嗯。啊，那个，每个人先发一张吧，推一推，好不好？来吧。嗯。来。我脸上给你。嗯，好。好，那行，那就先工作去吧。嗯。好不好？好。那小杨。啊。婷婷做完美容，让她。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啊，行。啊，嗯，好。打起精神啊！你哪都有外伤吗？没有，我这是内伤。没有外伤了，把这个摘下来。你先别动，我这不能动，不能摘去。在那个医院，人大夫给我看完了，他说我这必须得包着，万一要摘去的话，见风容易。我们这种急需吧，必须得把这个摘去，完把卡上上，我们不上卡就做不了。不是，那我这不用了吧，玉芬？你花这钱也没有用啊。那钱都花了，你就配合大夫吧。就是这眼瞅就好了，还是别做了。来都来了，你去照马哥那边看看啥呀？他那边没事，有大夫管着呢。我们这快，马上就好了。哎呀，不行，那我得先上趟厕所。你再忍一忍，马上2分钟就好。我憋不住啊。来，不是，你看，那大夫，你看，不是，马上就好。不是，你别动啊，别动。玉芬，我就不用做了，你看，那你就配合大夫吧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不是，别动啊！我一会儿就好。我这可能我真不用。一会儿就好。哎呀，你配合大夫吧。别动。哎呀，身体放松点。对，放松。不能连电呢？没事，啥事没有，啥感觉没有，你就放松。哎，真有点不行，玉芬。行啊，那你别动。我精心给你制定了一个全方位的瘦身记忆计划。嗯，你看一看啊，你可以先看一看啊，行不行？咱们共同商量啊。这套瘦身计划分为院内院外两部分。院内呢，就顾名思义，就是在美容院内，我给你重新制定了一个，瘦身的按摩疗法，跟过去有点改变，啊。那么院外呢，就是我给你制定了一个减肥食谱，一周的，啊，很好记啊，我给你念一遍，你听。周一只能喝汤吃水果，周二所有蔬菜不限量，周三
避免吃下高淀粉。周四，香蕉牛奶少喝汤。周五，少量牛肉西红柿。周六，牛肉蔬菜随便吃。周日，米饭蔬菜加果汁儿。最后，体轻如燕，笑呵呵。哎呀，这一星期就吃一回饭呢？对呀。那不行，我板不住啊。那不行啊，美女，不行，我，你必须要得板住，明白啊？这个，另外这还是说，饮食方面、起居方面也很重要啊。几点睡啊？几点起呀、啊？一定遵守规定。我给你24小时跟踪这种监测，是吧？这里也有个小口诀啊，很好记，很上口。我念一下啊：周6点起床迎朝阳，就是早晨的朝阳啊，就是洗澡啊。6点起床迎朝阳，锻炼身体，暖心房。午饭之后别睡觉，晚上10点就上床。睡前4个小时不吃饭，确保肚子里空荡荡。啊，行，我尽量配合呗。不能尽量，必须要配合啊。啊，行。我呢，给你配置了这么一张卡。啊，钻石卡，啊，有2个好处。第一，不用每次来结账，啊，不用每次都结账。第二，1000块钱享受1200的服务，感不感兴趣？行，没问题。哎呀，婷婷啊，这张卡呀，就是你迈向超级阳光、超级健康女孩的通行证。行，超女都跟你没法比了。你是超阳康女，阳光健康女孩。1000吗？喂，裴倩啊，我在路上呢，一会儿到。好，拜拜。嗯。咋了又挠啥呢？整出去了。整谁了？贵宾卡、钻石卡，整上一张。是那胖子买的吗？没寻就是。哎呀，那谁，小金，你向董事长展示一下。咋样？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做不到的。潇洒吗？谁整的？我抄的。啊，搁树上抄的。怎么样？这有点大话。这是一种承诺。我想做美容，不给钱。啊？这话多大呀！我想当县长，你让我当吗？我想上天，上去了吗？我认为这种话有点骗人。咱说点实际的，啊，你管这段呢，你就好好的，别整那虚无缥缈的话。你要不说你有个9次，我帮你挤出来，这话咱敢说，对不对？你抬杠？不，你就自己在这抬杠，就你没法跟你一起工作。小金听他抬杠，哎呀，杠头，可能抬杠了。哎，你听。
哎，跟小金谈。哎。江帆，你真打算跟他离婚啊？我现在犹豫着呢。我觉得这事儿你还是考虑清楚。你现在只是怀疑人家，你又没有确切的证据。再说你现在能得到这一切多不容易啊！我觉得你还是考虑好了，别到时候你自己后悔了。嗯，我是觉得。我付出的太多了。哎，裴谦，嗯，我咋觉得你劝我的时候挺清楚的，可啥事儿一犯到自己头上就犯糊涂呢？我有啥事儿啊？你不承认哈？你跟刚子，你俩明显肯定不可能，你就又为他跟盛子闹别扭，你说你自己值得吗？哎呀，没有。谁来了？哎呀，他怎么来了？我有事儿跟你唠呗，好好跟他唠啊。上别人家看看去吧，咱这没有这业务。咱这也不能整呗。整不了。那行，谢谢啊。行啊。哎，哎，这事儿先来走。怎么呢？你赶紧走吧。没事，咱这不动不了。什么？他得洗纹身。啊，那个那什么，那个朋友是这样啊，你看我们的这个口号就是：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做不到的，这就是我们美容院的承诺。啊，洗纹身，咱这没这业务。哎哎，怎么个情况？你说说怎么个情况？我吧，嗯，前些阵子处一女朋友，嗯，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胳膊上，我纹她名了，把她名纹我胳膊上了。哦，正好点儿背你了，没两天半，咱俩黄了。哦，那最近吧，我又处一个，嗯，然后不知道谁嘴真欠，把这事告诉她了，说我。胳膊上纹个以前女朋友的名儿，那这让他知道，那能行吗？正好，正好今晚他找我约会，我不能让他知道这事儿啊！我寻思来这洗了，这经理说整不了，我换别人家美容院。你那什么？能干这活不是，他说的对，就是洗呀，是不能洗。嗯，为什么呢？你可能不懂啊，就是说纹身这个东西啊，纹上。好纹，洗掉非常难，你知道吗？必须要10到15天就恢复期，红肿啊，红，你想啊，你这洗完之后一大片红肿，你女朋友回去一看，她还以为你不是光纹的是以前女朋友的字儿呢，还以为纹的是个头像呢，这不弄巧成拙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是哈。贴膏药啊？那肯定不行，贴膏药能行？他开玩笑，你这样，咱们商量一下方案，好不好？能想办法啊？咱们到我办公室商量一下方案。哎，那啊，行，好，嗯，好吧。你，
于谦，要不你俩单独唠会儿，我再去游会泳。你不能走啊！你要走我也走。这样呢？人胜子过来陪你道歉，你别这样啊，好好的。不生气不行吗？没生气啊。那咋？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发信息你也不回，别生气了啊！我给你投一个。走，咱游泳去。走。这是个月字哈。对，我以前对象名叫小月。月亮的月。是这么个字儿啊。嗯。现在对象叫什么？肖丹。名叫什么？肖什么？肖丹。哪个丹呢？就是牡丹的丹呗。山丹的红，开花红艳艳那燕子啊，就那燕，那丹，啊对，那这个燕子啊，山丹的很丹，那丹呢？哎好，是不是这么个？是不是这么个字儿？萧丹，对对对对，就这个。哎，马老头，你看啊，你看啊，你看月啊，咱们你看啊。你看啊，这是个月字，你咱们把它拉长，上面是点儿啊。啊，咱们把它改成一个点儿，哎，你这不打叉了吗？不是叉，这点儿是这么点。你看，就是点儿稍微大点儿，重点儿，是不是个单？嗯嗯，能理解为单不？能。我这么给你一改，这两边一拉长，这改个点儿，这不就是单吗？那不变成你现在对象的小名了吗？你咋往上整呢？想办法呀！想办法。那赶紧整一下呗。胡总。哎，阿伟，正找你呢。那个一会儿晚上有个应酬，你陪我去一趟啊。啊，我去不了了。咋的呢？胡总，不愧是情书吧？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辞职？嗯。你要辞职？大哥，你说这能行吗？不行，咱还是文吧。对，兄弟就信我的啊！啊，你不是文过吗？啊，你不是有这个经验吗？嗯，文完之后啊，得3到5天红肿，对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。你说你女朋友晚上要见你，能行吗？万无一失。是啊，行。啊，月字。你看，现在是月字啊。丹，行了。哎，大哥，那你说这水洗的它不掉啊？掉啊，掉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油画的油彩，啊啊。满大街放那个油画，瓢泼大雨下来，嗯，完了还是油画，哪有掉色的啊？只要干透就没问题。那个风筒，嗯，麻利点，快，找找。
得了，行了，想干想干去了，没问题了。这以前约的这痕，反正这点儿大点儿的，就是没啥事儿是吧？没问题，小二，这是不是绝对是单吗？嗯，怎么也看不出来是个月字吧？看不出来。行了，那行成，这什么多少钱呢？这个前期策划，你说两个老总帮你策划，啊，前期策划再加上颜料，一百几？颜料180呢。你看，那就等于收一个那个成本费吧，200。行，200啊。那行。嗯。其实吧，大哥，钱不是问题，你只要给我整好了，咋都行。我明白，你别，我是经理，我们这非常正规，上吧台交。啊，那行，领着去吧，小王。谢谢啊。啊。你这是干嘛呀？干啥？我不同意你辞职。你撕了我也不来。你同不同意我都得辞职？不是那咋的你啊？不是那总得有点理由吧？是不是啊？没有什么理由，我就是不想来。我不想因为我的出现破坏你们的家庭。哎呀，那不两码事儿吗？他江帆，他就这样人儿，天生的多疑。行了行了，我说，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？人家一帮客人等咱吃饭呢，啊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。我不去。这咋的啊？非要走啊？我告诉你阿伟啊，你现在要敢辞职，我马上跟江帆离婚。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，胡总？那江帆对你不好啊？那我对你不好啊？啊，我对你薄啊？我对他也好，这不都想走吗？不是一回事儿。那你说因为啥呀？啊？不因为什么？那我要走，你还不让啊？你这样吧。阿伟，这个我对你好是吧？你也能看出来。但你对我没那意思吧？其实我也看出来了。你这样，这我这人吧，有的时候我就以后咱俩就是在这方面，我尽量我克制，说我一旦我绑不住的时候，你这样你提醒提醒我，行吧？你看这样好不好？行，那我今天晚上就不去了。那行，今晚放你假，咱明天再来上班啊，行吗？行，那好吧。大帅，小唐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你看一切正常。他走了？没呢，在里屋呢。哎呀！喂，让马哥回来了。咋样啊，小子？哎呀，就是迷糊。你看着我就迷糊？不是，就是一阵一阵的。现在这两天还有点重视。你看这个。就是，你化验结果一切正常，哪个指标都好。不对吧，八哥？他是，这就是你的吗？不是，他是不是检查错了？这你非得要检查出点毛病来啊？不是啊，你说那我自己迷糊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人家这顶都说了，那就科学你得信呢，根本就没病，你脑子啥病没有，咱创的就是脑袋，别的有病咱不能管。不是马哥，嗯，你说那我自己难受我自己知道啊，我是真迷糊，他肯定是检查错了。这个我这一天我们像伺候老太爷似的搁这，你这哪行啊？不是我他肯定是痛快痛快，别说了，走吧。你看你咋不信？你看我这脸哪有？你说都没有血色儿，现在你脸都比我脸红，你还没血色？你痛快下地吧你！你看你别这么快走吧，啊，走吧，别说别的，走吧，给我带了。你这啥病没有？你吃这些药对身体都不好。
你到后边来收拾，还有啥东西？给这。再见了，玉芬啊！赶紧走吧，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这两天小谭给闹腾的，连个团圆饭都没吃上。我给他整两杯。爸，你要早点跟我说啊，我早就把他给弄出去了。就是，还瞒着我俩，说整个外人在咱家赖吃赖喝。哼，没法整。你还能打他一顿呢？这没碰着他，他还讹咱这么长时间呢。这真要把他打了，这一辈子咱都得养。咱做到仁至义尽，谁也不欠，吃肉。嗯，不管咋说，总算去了这块心病了。你俩啥时候回南方？我不走了。咋不去了呢？我先回去。那个小翠先在家待着吧。你的主意啊？爸，你误会了啊。我寻思那边生意现在也不太稳定。等到那边稳定稳定，我想在那儿买个房子，安顿好了再回来接他过去。那你在临走之前赶紧找一个美容院经理，我和你老舅不行，是不是对我们不放心呢？爸，你咋这么多心呢？不是多心，你真不行。你赶紧找一个，俺俩退出来，这玩意儿好了坏了，到最后我可负不起这责任。你呀。跟我老舅在那儿美容院待着，我和小翠还真就挺放心的。嗯，